我们有个阿妈，她就背了一大米，就到我们的门口，整个就劈下去。然后我们有个孩子看到就冲出去，趴在地上，是他的本性。然后那个阿妈就压着他的背，就这样子坐起来。我现在对他们都是起了一份很恭敬的心，我都觉得他们都是一个未来。